近日，特斯拉新款 Model S 和新款 Model X 亮相广州车展，两款新车将于1月6日公布国内售价，预计2023年上半年交付。两款新车外观方面变化不大，前保险杠进气口尺寸有所增大，车尾方面拖曳板将会配备专属标识。内饰方面，两款新车依旧采用了极简风格设计，17英寸中控屏改为了横向摆放，还配备了 12.3 英寸全液晶仪表。同时，全新的 Rogue 方向盘也是一大看点。动力方面，新款 Model S Type 版搭载三电机系统，最大功率750千瓦，零百加速时间为 2.1 秒。新款 Model X 搭载了相同的动力总成，零百加速时间为 2.6 秒。